那就是这次试炼的最终目标，食材魔，击败他。这，哈哈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你也快点跟上来。你获得了一件新装备，快点穿上吧。杰哥冲得太快，被怪物抓走了。走这边，我们快跟上去，从这里爬上去。哇，好大的宝箱，里面会有什么宝物？换上新武器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什么？什么东西那么香？香香的烤肉，还不快！快，是老大！我们伪装成怪物的同伴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我好像听上了喜欢，就快让爷看看心爱的小宝贝儿。恒星光会让你更容易感应到其他星光，派你前去执行任务。
住了。我只记得我被莉莉娜捡回去，庄园的大家对我可好了，每天给我做好多好吃的。到了吃饭的时间喽。我和大家说，是一只超巨大的长尾猫干的，但大家都不相信。那天晚上，好像变干净了娘。提高你对